好多姐妹的话，她说不知道怎么去调软膜，然后的话也不知道自己适合用哪一个啊。今天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玻尿酸的方面，玻尿酸的啊，针对你们皮肤爱长痘、出油、毛孔粗大的啊，闭口的话你们就去用它。它的粉的话也是超级的细腻啊，看到没？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玫瑰的啊，玫瑰它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干嘛呀？让你的皮肤变就是去黄去黑，然后淡化斑点的啊。它的粉质的话是特别细腻的，看到没？皮肤暗沉没有光泽、斑斑点点的话，你们就去用它，提亮你的肤色啊。完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洋甘菊，洋甘菊的软膜粉的话，它就是看到没，角质层比较薄的，皮肤爱过敏的啊，咱们去用这个洋甘菊的。来，今天晚上的话，我去给你们调一个这个洋甘菊的软膜。首先的话，咱们啊，首先咱们给它准备一个碗、一个勺子啊，还有一个搅拌器。来啊，咱们首先啊，给它取出三勺的粉，三勺的啊，三勺的软膜粉，一勺平平的三勺啊，两勺。三勺啊，然后的话，咱们去加矿泉水啊，加两勺的矿泉水，因为矿泉水的话可以用咱们的那个凉白开也是可以啊。来，给它两勺啊，然后咱们啊，看到没？这样子去给它搅拌啊，然后你在搅拌的过程中，看到没？它就这样子啊，它就会有这种颗粒感。这种的话，咱们再继续去搅拌啊。如果说你觉得太干的话啊，咱们就可以去给它加粉。稀的话，咱们就去加水啊。搅拌成那种面糊的时候，咱们就去给它上脸，一直给它搅啊，搅成面糊没有颗粒感的时候，咱们去给它上脸，去给它敷。这样子的话，咱们就可以去给它上脸，去给它敷了啊。看到没？这种啊，面糊的时候，看就是这种，很丝滑。这个软膜调好之后，然后咱们把脸啊，给它擦点乳液，做一个补水保湿，打一个底。然后把这个软膜厚涂于咱们的面部啊，调了这个全部给它敷到咱们的脸上，厚厚的敷一层，一到两分钟给它盖上保鲜膜，然后五到八分钟给它取下来，看一下啊，揭掉之后皮肤很细很滑，很干净很清爽，软膜上面整个毛孔的话都是能够清晰可见的。做完之后皮肤很白皙啊，看到没，特别的润，特别的滑，然后用清水洗掉就可以了。